家好，我是小妖。我跟你们说，我这个头发，我本来想自己尝试卷头发，结果就 ……Hello。我爸今天上班走的时候给我说，让我买点菜，晚上他们吃。然后我现在就来到街上了，看。但是我中午还没有吃饭，我们先去吃饭，我们吃完以后再给他买菜。我们去买点拌菜吃，这个，再要点这个，再要点面筋。你可以分开称拌在一起没事。啊啊也行。这个吧，这个是什么呀？猪肚。嗯，这个猪耳朵。那就这么些吧。现在是37块。咋那贵了？我当时都蒙住了。总共是47块。好嘞，走吧去。我想吃炒年糕。你好，我们有卖炒年糕的吗？那再要一份炸酱面。我的饭都上来了，加点辣椒。加点辣椒不好看。中午还没吃呢，现在都3点多了。嗯。再加点辣椒。它这个辣椒香的不辣，真的不辣，我刚才放那么多都不辣，就很香。试试这个炒年糕，嗯，这个年糕好软，它这个锅气很足，就是你看着它白不拉几的，没什么颜色，但是真的味道很好，嗯，它炒的瞬间煤气里的火一下子把年糕的香味给锁住，里面又能吃到糯米的那个香味。买的晚上回去吃的凉菜，给它尝尝味。这个拌菜它不甜，它不甜，它抹的灵魂，这个凉菜的麻辣味特别的浓，偏四川口味。扒到这里面一点，又好吃。嗯。毛肚。上面好多料，他买了一个饭团，它这边这个饭团是这样的，外面包的是珍珠糯米，里面加的有老油条、咸菜。嗯，就是这个味儿。我心中的老式饭团就是这样的，不是那种外面包海苔的，觉得那种不好吃，那个米太软了。
这家是我在镇上随便找了一家小店，没想到还挺好吃的。